位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哦。那我们今天啊，想跟各位介绍一篇非常非常特别的啊，在我们那个后启示的时代之万王之王里面有一篇文章啊，一位万佛之佛下世的过程啊，见证千佛临凡之真相。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常在另外空间看见一位伟大的佛陀出现在创世主身边。于是在另外空间，我看到那位佛陀一直站在那里，深深鞠躬，并双手合十在胸前一动不动。我听到创世主用思维传感咨询他，大意是问有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烦恼。我看到他的面目表情非常忧伤，然后跪倒在地，请求创世主给他一次机会，以是下世做人，成为下一批创世法徒的无比幸运机会。然后他立下了极为庄严的一下世后注师弘扬大法的伟大誓愿。这一次的誓愿比这位佛陀在历史上所立下的任何一次都重得多。我听到创世主对他说了一些话，我所在层次理解的大概意思为，因为这位佛陀是万佛之佛，是不能随便找个人家转身的，有一位适合做他母亲的人，一位女法子，可是他还没准备好。我马上明白了创世主的意思，那位女法子暂时没有达到创世主要求的修炼标准。之后的半年多时间，这位佛陀从来没有动摇过下世做创世法徒的愿望。那位可以做他母亲的女大法弟子啊，在师父的反复点化和一再加持下，开始勇猛精进的在大法修炼中快速的回升。后来我在练功的定中，看到创世主在另外空间的高空中架起一座吊桥，却没有台阶，从这位佛陀面前通向那位女法子。每当那位女法子在人中修炼提高一定层次，创世主就在吊桥上铺一些砖石一样的阶梯，每次的阶梯数量都是一个定数，但台阶的宽度初级很窄，最后两次最宽。创世主一共在这座桥上铺了九次相同数量的钻石台阶，铺满了整座吊桥。每增加一些台阶，那位佛陀就会站在最后一块台阶上等待。台阶离那位女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的身体越来越近，佛陀双手虔诚的合十，等待着创世主下一次的慈悲恩赐。于是创世主刚铺多一些台阶，结果这一块台阶竟然突然消失了。那位佛陀停在半空中，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宇宙深渊。那位佛陀面不改色，只是原地飘在那里，虔诚坚定耐心的静候，直到那位女大法弟子在打坐中归正了自己的念头，那块消失的钻石台阶才又准确的出现。那位佛陀在师父为他铺就的桥面上留下几样能够起悟自己记忆的信物，有塔有钟有念珠，念珠的一个个珠子记录着他花下的一个个试验能量，甚至还有小孩玩的拨浪鼓和奶嘴。到这一步时，人中已过去大半年了。当他把这一切都留好，这位佛陀本可以立即下世转身，不再停留，但是他没有。我看见他转身回到他来时的桥头那边，然后一挥手，他世界里的一万位佛全部将集体转身。那位佛陀在留下信物时，也留下了四大护法看守桥梁，不惜颤悦着上船靠近，直到他
和他世界的众国全部回来的那天。人中又过了十二天左右，那一万位他世界里的佛全部由师父安排找到了转生的人家，绝大多数家里有创世法徒大法弟子，他们将全部得到大法，成为下一批大法的真修弟子。那位佛陀是最后一位从桥头跳入三界的，我对这种无私和勇气非常敬佩。那位佛陀即将跳入三界的那一刻，我看见他以一位他曾用自己的功做成的长得他模样和形象的生命，此时他俩都已经是婴儿的形象和身体，他们俩彼此长时间的对望，然后就像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一样，同时举起了一只手指向对方的两眉毛之间，另一只手指头向头顶的无限的宇宙天空，然后他缓缓转向我，大意说，我再也不会犯曾犯过的错误，我会让许下的诺言全部得以兑现，为了确保找到回来的路。跟着一颗极其耀眼的明星出现在三界外，明亮到我的天幕一时一片空白，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出现在三界外，然后他俩彼此合而为一，跳进三界。那颗星就是天文方面报道出来的 GRB130427A 伽马射线爆发。我有些迷惑，之前他复制了一个自己，现在怎么又合二为一？那位佛陀用思维传感告诉我，根据宇宙法则，届时只有创始可以决定他的复原神。他说的是英文，但是每次提到师父这两个字，他不说英文的 master， 而是用中文的师父。后来我想起来，基督耶稣下世时，有人根据天上星星准确地知道他的到来。原来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一瞬间啊，璀璨夺目，是由星系爆炸死亡，并且来自多少亿年以前。我见证的是天上出现一颗灿烂的星星，是有一位伟大的觉者为同化大法，为追求大法而下世，被探测到的那一瞬间，那就是刚刚形成的那一瞬。之后我看到那位佛陀变得更小了，如同刚出生的婴儿般大小，无限纯真美好的模样，盘腿坐在莲花里。我知道此时他已经卸下了一切神的法力，只是从遥远的天边一条四个头的古龙面目狰狞邪恶直奔他而去。进入三界后，分成四条细长的大蛇，另外空间正邪大战一触即发，所剩无几的旧势力还不醒悟，还不放弃破坏创世主对创世法徒的安排。这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位佛陀转生前的过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调动创世主赐予我的神通，在另外空间与诸多正神一起合力杀向四蛇。一位极高层次天国世界的主啊，无私无忌，他宁愿放下一切神的荣耀和威德，即将来到人中做大法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创世主啊，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来时和回去的路。天上那颗明亮的星星啊，将照亮他的征途，启悟着他时刻遵照大法，稳健地走好创主安排的每一步。那下世的佛陀啊，必将在创主的加持恩典下兑现来前的一个个大愿，圆满完成他向师父创世主许下的神圣事业。所有在境界的经历和认识，因层次所限不足，请大家指正。这是一位西方学员呢，在定中呢所看到的这个也是大法弟子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千佛灵王万祖下界的一个奇景之一啊。那在天上呢出现一个超新星的爆炸，这样的一个出现了一颗星星一样。其实宇宙间很多的景象呢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整个这个非常庄严夺目的这个绚丽的一个宇宙的变化的展现，其实都也是诉说了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神佛下世的经历。
今天跟各位介绍了这个我们在后启示时代万王之王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揭开封尘系列第三本呢，这个万王之王这本书里面的其中一篇收录的文章。我们在万王之王这个书里面其实为各位解开了一些预言，还有很多的修炼人一路证悟下来，随着创世主层层下走层层下走的过程那书的后面其实我们标注了一句话，创世主慈悲一念，层层下走，带着万主下界千佛临凡。这个万主下界跟千佛临凡讲的是天上的法王天主，是庞大天体里面层层非常高层次的宇宙的天主法王世上这些天主法王的无量的众生一直在等待着他们的王回去所以我们这一本这个万王之王里面呢，也有一篇呢，就在最前面的一篇里面呢也讲到这一篇叫做寻找流落世间的王一位道法弟子也心里非常恳切的呢写下了这一篇你寻找流落世间王事实上他最后的一句话是穿过万古的期待，王今日我无悔来到你面前兑现我的死前誓业。这就是这个我们之间这万王之间，这个天上的法王天主千佛万主之间呢，在下世前呢，大家互相的叮咛对方，如果你找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你一定要告诉我如果在人中迷住的时候，请你以你的生命来救度我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这个历史的天空善言善勇他曾经这个所谓他写下的一路跟随的创世主一路下走的过程里面，宇宙天体之变异之所以沉住坏灭，宇宙之所以会有沉住坏灭的这个劫难，这个过程一直到人间沉沉下走，一直到人间呢，一直到近代呢，他注释正法的一些过程，包含他在西藏呢，这个成为红教大喇嘛这个修圆满大圆满法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然他也因为法王子的记忆也不可思议了，法王子因为下世的时候在某个年代里面造了相当大的业以后整个在那个时候呢，他担任红教大喇嘛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怎么讲，就是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乞丐这个身体也残障了业力太大，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善勇这位呢上神呢，就命令喇嘛带他回去给他最出众的工作。然后呢，在一个因缘时机里消完业的时候再转世呢，再怎样，再修也修了好多世一到圆满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历史上转世过程里面历尽了非常多的辛苦，一直到这一次呢创主赎了三切一切众生的罪，让大家有一个人的身体，在这次他真正在弘传大法的时候，各位能得到人生来这样来得这部宇宙根本大法，这就是创世主当年层层下走，带着各位一路下走呢，一直到人间这边，然后在受记的各位整个的怎样，在转世过程里面呢，一直跟各位结上了因缘那一直到准备到这一次的时候，事实上创世主已经开始前面的打开来了，宇宙根本大法弘传开来了。那各位也许可能还不知道，可能也已经知道，但知道的可能名词也不一样，可能他刚开始用气功的名义，所以大家也是不是非常清楚。事实上他就是法轮大法事实上这个创世主曾经在这个纽约那边的龙泉寺写下一个碑文叫落归莲间，讲到这一次呢，入三界趁的弥勒之佛尘传大法，入三界趁弥勒之佛尘，也就是衔接第五个佛里面呢这个所谓的弥勒的弘传大法的果位佛尘佛尘大法，用佛尘大法方式呢来普度众生。所以现在进入法正人间呢，这个阶段是弟子呢跟我们所有我们这些好朋友呢前面的弘传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
所以呢，现在整个天机会整个全面的打开来了，非常多大家所无法想象的这些很大的天机会一一的展现在各位面前。各位不要忘了，你们都是要来，我们也是一样，都是要来这样得法，得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现在目前这宇宙根本大法它在人间呈现出来，这是一本主要的经典哈，《转法轮》三个字，金黄的皮，金色的字，《转法轮》，台湾的疫情书籍哈，书店哈，它出版的，各位在网络上也可以买到，不过后来三明书籍都可以买到这本书啊。这个《转法轮》三个字，赶快啊，各位哎。各位记得赶快去这样找到这本书。那围城呢，一路出来就是在揭开红尘哈，揭开我们呢死前哈留下来这些记忆啊啊！希望各位呢多多来啊分享我们围城呢一系列的四季大言也好啊，有声书也好，这些所谓的万年梦醒系列哈，这些很非常值得大家。来珍惜分享的这些文章的所谓的有声书的系列哈，那也希望各位好好订阅我们频道哈，去给我们介绍推广啊，你的一个推广可能就会这样让很多的生命、很多的朋友啊，能够整个记忆打开哈啊，想起他的死前的记忆，这个时候这功德不可限量啊。针对各位在未来的整个修炼过程、德化过程里面，包含你建立自己的威德过程里面，是不可思议的帮助，是不可思议的。你就不知道一个转化出去的话，多少人的受益。一个转化在转化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现在将计就计，在网络时代里面将计就计，而不会被迷惑在这个资讯大海中，反而是一个有方向、一个非常清清醒醒的一个修炼人，在这个茫茫大海的资讯中，为一切生命找到方向，找到回家的路。这就是我们订阅这个围城频道跟分享出去，我们制作围城的这些频道呢啊，这些讲座呢，这四季大业也好，揭开红尘系列好啊，万年梦醒啊，所需要的啊，这个是啊，这个方向啊，也是一种希望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涵。那我们今天呢啊，这个一位万佛之佛下世的过程啊，我们介绍到这里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